你讲特别约会，就是来拜拜。顶一届我伫迄只抽到的签就准的，你敢袂记？当然记啊！迄当阵阿嬷改签嘛，我阁行一个。我抽到的签讲有缘人近在眼前，想要到真正是你。所以你是来幸运的。那是幸运，我嘛希望你会当听到我的心声。 我准备要甲母娘讲，我一定会打拼做一个上好的牵手。虽然讲今麦可能也赢不过你迄个失去的太太，啊，不过我会用时间导导陪伴你，因为我希望你会当幸福。所以，就算讲今麦你还阁无遮尔爱我嘛，不要紧，我爱你就够。真心伊对我遮尔啊真心。 我袂当阁欺骗伊啊！我着应该甲晶晶讲出我真正的身份。晶晶，其实我毋是真正的。真正要紧的啊！哎呦，我连只安全太水尔呢，煞听到遮尔辱骂的话，鸡不回来归头骹。莫伫遐羡慕嫉妒恨，自成即卖希望拢是我伫我这边的。所以晶晶，虽然讲有梦最美，啊，不过你真正好傻好天真呢。 你的梦头真心啊，今日我好心，我就跟你讲个清楚。你身躯边这叶志成，伊是永远无法度和你伫心目中想要第一款幸福。你凭啥物安尼讲？因为好日子无济啊，伊注定是爱伤害你的啦。所以听我的口渴，我也从你的心放伫伊身上。我是好意提醒你哦，你是伊三郎，小姐。 咱两个要代志，咱家处理。你嘛是我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今日胡碧鸾讲，真正会后悔啦。还佫有我，我甲你警告过，叫伊莫去伤害伊，啊，若无我，啊，若无安怎？我即要警告你，伊若报害，我要摕落来业界的计划，我毋若袂放你煞，我更加袂放你煞。 你小想一下，你搁有偌济日子，当作爷爷之城啊？他可较清楚的。我当然知影啦，所以我会把握最后的时间，好好对待伊，甲伊相处。是讲我拜托你啊，你莫阁接近伊啊，好无？你想我拜托你。为什么这层日子无济啊？ 敢讲志成伊得着什么绝症？无怪，伊顶一届伫咧病院的休养分去做检查，阁无愿意互我知影。我今仔去庙拜拜了后，看你规条拢无讲话，我咧想你应该是忝啊，安尼唔再休困啦，吼。等下，你是毋是有心事？ 我才要警告你，伊若迫害我要摕落来业界的计划，我毋若袂放你煞，我更加袂放你煞。我今仔日一路拢无讲话，毋是因为我忝嘛，我是伫咧求母娘，希望伊保庇你后半世人，都会当平安顺利。所以你规路拢是咧替我。 志成看起来遐尼激动，一定是破病惊我烦恼唔敢讲。你是不是因为迄个不能说的秘密，所以才会因你这样丢丢咱订婚的代志？是，可是是安尼无唔对啦。我希望讲会当对你负责，会当互你得到幸福。啊，不过惊我做袂到，我还去辜负着你。今仔是伫个庙诶。 你毋是讲你有求母娘，讲希望咱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相信咱诚心诚意，母娘一定会当完成你的心愿，因为我嘛是跟我同款的，同心祈求，诚意加倍。真真。所以你毋免顾虑我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甲你做伙一世人，以后毋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只要咱同心，我相信一定会当躲过难关。 以后
咱就是共行共命。志成一定是来病院看病，无想要让人发现，无想要让大家烦恼。现在情况怎？我有听，有一个叶志成来我的书店讲，叶志成哦，随时会醒起来。那呢，我的时间真的无济啊，我得把握时间啊，所有代志拢安排好势。那呢，我安那到啥讲？就照我之前所讲的计划来进行啦。我是惊讲哦，万一你那不好哦。你真正会无命啦，非得拢死路一条啦！我总是要改变法的。志成伊真正是得着绝症，才会唔敢跟我结婚。